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21日，这是今天第5场读报点评节目啊。刚才看到了一个消息，是令人感到悲痛的啊，也就是6.4的见证者啊，齐自由过世了，因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致枪击致残的北京人齐志勇啊。因为以前经常听广播啊，就听了他的声音。这几年就是没怎么听到他讲6.4的遭遇了。现在看来就是因为患病啊，这个他已经是过世了。这是维权网1月21号的报道，法广做了报道啊。他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过世，随时齐志勇给大家看着啊，千万不要遗忘这些6.4这个罹难者啊，包括天安门母亲啊，因为人呢都是这样，往往是健忘。好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冲淡，这个不是个好事啊！你记住这个历史，才能避免它重演，对吧？他说，据报道，齐志勇原为北京建筑六公司的工人。那么6.4那一天，在撤离天安门广场时，遭到戒严部队的枪击，双腿中弹，左腿高位截瘫，而且因截肢接受输血的时候又不幸感染丙型肝炎。近年遭受了病痛的折磨，每周都要做透析。啊，他一直身体也不好，但是他特别感言哈、啊。这篇文章讲说，维权网介绍六四以后，说齐志勇呢，身体残疾啊，生活窘困。那肯定中共也不可能给他什么补助了，是不是啊？就生活很艰难，但坚持向外界讲述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是证人嘛，他揭露北京当局意图掩盖六四镇压。真相，他在口述历史当中介绍当时的这个心情啊，这个我不去重复了，这个网上都有啊。他受伤的时候才33岁啊，你想这过去了这么多年啊，忍痛这种病疼的折磨啊，一直到这个坚持到最后啊。那么这篇文章讲说，齐志勇一直在探访并收集在北京的6.4伤残者的名单啊，这个并在积极的帮助他们维权。啊，这篇文章讲到2022年6月4号，全美徐字联授予齐志勇全美徐字联自由精神奖。那么今天这个消息谁披露出来？就是高瑜，著名的记者高瑜，他讲的啊，得到齐志勇病逝的噩耗，他就非常的悲痛。他说，自从去年8月呢，就没有，他的微信被封了，就是高瑜的微信被封查封了啊，就失去联系了。可能在这之前，微信上有一些寒暄，有一些交往啊，一些交流，现在没有了。他又引用了王丹的观点，王丹悼念齐志勇兄弟，怀念1993年之后我们在北京相处的时光。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啊，大家不要遗忘啊。那么通过这个节目，我也表达我的心情啊。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政局的变化，世界局势的变化啊。因为很多的自媒体，人家都会编辑啊，做得很漂亮。国际新闻，我不多讲。我要讲的什么呢？就今天非常诡异，就是法广发表了一篇文章，竟然有了关于这个乐玉成的消息啊！你看，乐玉成有一段时间那是藏得很深了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较狼狈。自从讲到这个合作无上限以后，触不可能，是吧？甚至有些人不敢挑战习近平，只是批评他，说他给习近平误导啊。来看看今天出了什么事儿？他说，中国外长、前外长、前外交部的外长乐玉成，这个7月卸任了广电局的副局长，就现在副局长也不是了，普通老百姓了，啊，但是还接受了中共就这样的终身制的，接受这个待遇，啊，就部级待遇。那么日前他就出来讲话，他在一个会上讲的话，讲到什么呢？好消息不多。系好安全带，给大家看看啊！就这位中共高官啊，这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我跟你讲吧，你不要看，因为在中国，你想象吧，如果没有这个上级的这个授权，甚至习近平亲自批准，他敢不敢出来胡咧咧？根本不敢。就包括胡锡进，是不是啊？他为什么出来？你看一到关键时候，胡锡进就开始出来讲了，因为他有一定知名度，文笔又好，是吧？影响力比较大，中共利用这张牌啊，搞大外宣，
类比成也是一样啊。你看现在很诡异，你在位的时候，退到二线了是吧？也不是二线，去调离岗位了，为什么不出来讲话？退了才出来讲呢？原因就我就给你们分析分析啊。他说1月19号，乐玉成在一个活动，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十届宏观形势论坛，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中国外交不断为世界输入正能量，确定性"。他一定是有这个活动，经常邀请他啊，邀请他以后，他跟那去之前的请示上级的党委党组，因为他们有党小组啊，都得经过党组织一起授权，说我想讲一讲，说行，要不你就别去了，讲什么讲？你现在搞得外界人都很敏感，是吧？别惹事了，是吧？或者叫你讲一讲，习办通知，那这个那大概率不会是这么高的级别，我估计可能是，即使也是外交部啊，或者是这个广电部有关领导老干部去找他谈一谈，说就说你有个会议你怎么参加？哎，上级领导说这个时候应该讲一讲啊，我们看他讲的什么哈。你就知道他目的是什么了。乐玉成上来就讲了，本来我想做一个乐观的预测，让大家带着好心情过大年呢。因为现在辞旧迎新的时候要过年了，但是呢，放眼望去，24年可以预见的好消息不多。在此，我要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前方有什么有颠簸啊！你就24年有可能出大事儿。你看他讲到这个程度，要没有上级的授权，他给了个胆儿，他也不敢，是吧？他干嘛？早惯的娃嘛，是吧？这都是上面指示他。要是上级为什么指示他现在出来讲这个事儿？那就是今天美国最近已经报道的事情啊，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中美的对峙啊。你看，报复美国及盟友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中国去年大幅削减了对西方加安的出口，因为中美现在是大概率是走向进一步的对抗，而不是和解。啊，就等于说呢，世界的主题就是战争，往战争方向啊发展。只是给人感觉似乎还有点，就是需要一些擦枪走火的突发事件啊，也就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这些事儿演变的看。习近平也在等待啊。这篇文章讲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啊，北京为了报复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高科技出口管制，中国2种半导体的关键材料就是镓和镉呀，因为你制造这个芯片也好，这些东西啊，你得有原材料，就是原材料你必须在中国啊，这就是稀有金属，是不是啊？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啊，因为本人化学物理都是不及格，考上大学都文盲，就习近平这一代是吧？他就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出口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就是哥们给你断了，是吧？就报复，那就等于冲突升级啊。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争我争你，啊，这世界和平很难恢复了啊。他说，海关总署统计啊，23年全年就加出口总额呢只有847万美元，同比下降了2%，而镉呢出口下降了8%，总额约为4842万美元啊。他讲这事，说英国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引述消息啊，限制镓和铵出口可能是北京动用各种报复武器反制美国及其盟友对华高科技出口禁令的开始，以后会越来越多啊！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手里有个利器，有什么呢？他掌握这个稀有资源的开采，因为这些开采我知道都是污染环境的。以前老美啊、日本都禁令啊，他不在他本国生产，说你随便生产这个玩意儿，整天乌烟瘴气的是吧？污染环境他都不搞。所以，中国现在就是改革开放付出代价了，就不断生产这种，越生产越精细，含量越大，技术水平越高。所以，他以前控制镉多少呢？你看，这个镓和镉是生产先进半导体晶圆的关键材料，你离不开，而且也普遍使用一些尖端武器当中了。中国主导了全球镓和镉的生产，含量镓是多少？95%，那就100%了，对不对啊？你就95%，有多少缺口啊？镉呢是占全球市场的60%啊，这也可以，就讲这件事儿。然后呢，中国开始采取报复措施了。中国镓和镉，中国的镓还有其他一些稀有金属的情况，我不详细讲了。总之吧，很多稀有金属，包括镁也是中国产，主要中国。你看那个大石桥四大家族镁矿，我都采啊，我太熟了。有的大西洋那会材料那个。
新走那个，我不太熟了。煤也是，那么现在美国就开始嘛，发现了，现在中国开始跟他对抗，是吧？就你整我，我也整你，这说明什么？世界不能就回到就是过去那个就好那个年代了啊。于是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上报发表，这篇文章不长啊，但这篇文章概括的比较准确。他说，近年来维护区域安全已是国际政治当中的显学了，也是区域内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说印太地区是当前让美国政府最为重视的区域了。虽然欧洲地区、中东地区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但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呢，让美国不得不重视印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原因是什么？就追溯到蒋介石、五小纸团、驯服林肯的时候，美国情形。美国当时吃了很大的这个苦头啊，就是将你整的灰溜溜的，也不敢反抗，也不敢，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是吧？因为那时候阿富汗战争还在里面陷在里边，是不是啊？说他现在已经时机成熟了，他是讲这个事儿啊。虽然欧洲地区、中东地区仍然是美国的利益，他说美中关系从原来的竞争合作转变成什么对抗竞争，其实就是走向战争的前奏了啊。这是目前美中大方向的主旋律啊！你看这个北约这次这个军演，规模最大，而且没有时间节点，是吧？历时数月，那什么意思？随时可能开战啊！在这个情况下，那乐玉成不就出来讲话了吗？啊，等一会儿再回到乐玉成，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他说，从2012年奥巴马政府第二任开始，美国的政府得逐渐推动什么呢？亚太再平衡政策策略。2017年川普执政，将原本的亚太一词改成亚太，其目的呢，除了要拉拢印度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上重要战略伙伴之外呢，还期待透过扩大该区域的范围，获得更多国家支持。就他把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扩大了一点啊。首份印太战略报告是吧，在川普那个年代出炉，接着呢，拜登在2021年执政啊，是因川归拜随的缘故，加上美中在战略上竞争对抗加剧，拜登政府更为强调和盟友间的合作关系。除了持续打造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美国在原本的双边安全合作上更为重视啊。他就讲这个印太地区，说美国相当重视啊，有这么几个条约，就是美日安保条约啊，这是一个在美韩安全条约。因为这几天刚军演就完了是吧？中日韩对吧？还有美菲安全协议，菲律宾为什么这么勇敢挑战中共，咄咄逼人？中共现在搭了头了，水炮也不搞了。那是口炮也不搞了，是吧？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他有美国美中安全协议啊，同时配合执行美日印军演、美日印澳军演，还有呢美英核动力潜舰合作项，叫 AUKUS 等等啊，来加紧呢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这里插一句，你看杨红军为什么不放？中共提的条件，你退出这个 AUKUS，我就放。因为他手里没有别的牌，就是人质牌，他抓这么一个一人是吧？知名度高，而且澳大利亚国籍，所以没谈成，是不是啊？你看这杨军真倒霉，他已经关押了5年了。你想想，我判刑我坐了五六年零一个月，你看他已经押了5年还没判呢。他说，美国政府所有的举动，除了是要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是当前世界上修正主义的强权了，尤其中国更被美国视为有意图改变当前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啊！这篇文章最后指出说，虽然目前俄乌战争尚未结束，巴以冲突悬而未决，但这并非表示美国没有意愿、能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传统上，美国除了持续强化与盟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啊，更以联合军演、情报分享、军售等模式强化盟友自身的组合的这个状态，就是通过这些行动啊，能把你吓回去。那吓不回去怎么办？那都往前走，碰在一起可就打起来了啊！这篇文章说，台湾并非美国的邦交国，但在国会，长期努力下，长期与台湾维持半官方的关系。他讲到台湾问题，说2024年美国国防授权法就涉及到台湾的部分，美国未来将会聚焦就战力的建构，列管。军售交付进度啊，要求美台之间扩大建立全面的军事计划，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的训练，
其所有的目标均在于提升强化台湾自身的防卫实力，因为台湾这个问题肯定离不了这个美国的，是吧？你要知道历史，就知道这个事儿是有必然性的。不光一个事件和美国有关系，很多事件，我跟你讲，你往前看一看中国的历史，你包括重庆谈判，重庆谈判，这个毛泽东当时不敢去重庆，还想去谈，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在抗战之前呢，就和日本人打仗之前，说心里话，那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是个，就国民党灭他很简单，是吧？哎，所以毛泽东不敢去这个重庆，对不对？那蒋介石就想邀请他来，是吧？就是被共产党骗了，被毛泽东骗了。那毛泽东怎么去？那不就是美国，派这个驻美大使是吧？那就陪着他坐，就等于坐担保压力宝是吧？哥们一起和你坐飞机。那时候飞机说心里话经常出事，人家戴笠不就摔死在南京那个上空是不是？戴笠死不是也是死市民？那就都有很多故事了。所以很多重大事件都和美国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不能就是说隔断历史来看台湾问题，是吧？说美国佬肯定是管定了，就肯定是睁不开啊。这篇文章讲了，要求美菲事件扩大建立全面的军事计划，为台湾建立全方位的训练。他这以前你看中共那个凤凰网就报道过，以前吹牛皮说要在台湾领土上看到美国的穿制服的军人就开打。你看现在有多少？最起码有100个人。但是他打的理由是什么？借口是什么？售后服务。因为他买那些武器，你想想那些说明书，你能看懂吗？就像咱们买什么好的东西，你是好是吧？你瞧瞧看，是不是啊？我知道我老家是挺笨的啊。也有的网友说，你怎么这个生意不好，你就买不起个麦克风？我有很多好的麦克风，有网友寄给我的，我不会调不出来。调完了以后也不好用，咱们不会整的东西。你要请一个人，你也不值得。你买那个东西，说心里话，人给这个东西价值是100多块钱。你找个会电脑的亲戚给你整来一趟，最起码最少得给你100加币，100加币你都不愿意来，对不对？你找朋友还开好大的人请是吧？我就跟你讲，就那个那个武器，现代化的武器，科技含量越高，你越得找售后服务，对吧？教给你怎么用，早了的还得训练。你看来了这么多美国兵，至少不会低于100个，他敢打吗？他打不了，对不对？我讲这意思啊，说就是台湾问题啊，肯定是一个涉及到一个国际问题，尤其和美国关系密切。如果也没有美国打败日本，扔这俩核弹，日本怎么能投降？你以为是地道战？平原枪声吹牛皮，完了野火吹红豆腐城，把日本人都跑了，那你就太幼稚了，对不对？所以日本、美国它的介入是大概率的啊，中共也知道。习近平不敢动啊，轻易不敢动。这篇文章最后讲，他说：“美国身为世界的霸权，对于外交事务本身就有议程的设定，确实是个霸权国家，你得承认。你看这一次，他就逼迫那个谁，就是纳塔胡，对吧？这个适可而止，就是巴勒斯坦要建国，你看他就不同意建国，就卡在这里。老拜登拿他也没有办法，但老戴呢也不放弃努力，要给他施压，是吧？”你就知道美国还在主导这个世界，但是习近平也想争老大，没争上，现在多多少少收敛了一点，潜伏爪牙忍受啊，有点晚了。为什么？美国不相信了，所以这个习近平就想，不如就是干脆破碎，实在不行就开打吧，是吧？有搞不好也会走到这一步啊，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到今天好像失控了，我给我感觉不打也不行了，要打习政权很快就垮掉了，我跟你讲吧啊。我们看这篇文章最后怎么讲？他说，无论是对中政策或者对俄态度，美国能够透过自身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达成组合，影响他国决策能力。就在当前的印太局势当中，美国所有的作为固然有其维护自身利益之举，但基于北京长期以来一党专政啊，是习近平本身领导风格，均让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与纵使自冷战以来的全新对手，可以这样讲，他说当前新冷战的国际结构正初步到位了，世界各国免不了受影响，其中印太地区更是影响最深。而台湾呢，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在建军备战上更需要持续努力啊，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我把这文章完整念一遍？就是告诉你们，现在我挑了很多文章，就讲了现在形势，这个概括是比较准确，而且比较简短哈。基于这个形势，就习近平感觉到有必要，就让那个乐玉成出来讲一讲，这个乐玉成才是受命出来
厉害，是吧？你看他这里怎么讲呢？他就讲啊，他说本来就想做这个乐观的东西啊，他想着大好心，因为中国现在官宣都是假的，给这个中国老百姓忽悠的，好像这美国不堪一击啊。台湾射手这一动就回来了，然后打3天就下来，第4天就到台北去看雨了，第5天台积电就在批条子，你才能打台积电。很多这傻叉都这样想的，我就跟你讲，可滑稽可笑了。所以说呢，乐于成出来。提醒是吧？习近平知道搞不好在打仗了是吧？那事先让中国的老百姓有个心理准备，对不对？他说呢，乐玉成他从悲观的角度看全球70多场大选，很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就给这些国家政局、国际形势带来了重大影响。显然，中国不存在选举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报道当中讲的内容都是你们知道，就是只言片语。在这会上讲的肯定比这个公开报道还要严峻。那就什么呢？你像这全世界各地，他选举不假，中共不选举，但你不选举，终身制，你这个社会矛盾就累积都在这放着。人家通过选举都实行钟摆效应，说不好就下去，自然而然就有修补功能，对吧？所以人有活力，而且这一开局啊，首战就胜利了，这台湾大选，对不对？证明什么？2300万的台湾老百姓，虽然这个人口方面和中共比都不是个。但是人家无惧你习近平恐吓，这不就吓人吗？紧接着就是川普，川普现在还没开始选，10月份选，但现在第一场、第二场都是连胜，是吧？而且胜的概率太大了，连拜登都说这个川普要上来，是吧？那川普上来呢，是不是世界的局势会怎么变，也具有不确定性，对吧？等等啊，本人认为这可能是基于这个形式啊，外交部就让他一个。就是闲职官员出来什么讲一讲，做做这个工作，忽悠忽悠啊。那么这篇文章讲，他举例讲说，美国大选呢，说刚开始就充满着戏剧性火药味了。欧洲政坛也开始动荡，欧盟的主席米歇尔还有法国总理先后辞职了，右翼势力民粹主义蠢蠢欲动，欧洲议会选举注定有一番争夺啊。就是2024年一定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的确是这样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接着。表示乌克兰维希和巴以冲突溢出效应进一步扩大。你看，这红海危机，你不看出来了吗？是不是？那就是很大的事，因为这东西全世界的物流从这走来的比例不小，对不对？很多国家受影响，包括中国。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供货都是这个什么时候到货是吧？那都是以前都形成惯例了，你现在来不了，来不了，你这老道靠往脚的话，成本马上往上翻，你一提价人就不愿意买，是吧？人原本就是荷包就不鼓，是吧？这都很大的事儿啊，引起人们的动荡。他接着讲到就是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溢出的这个扩大了，他说因此一心想转战亚太的美国在中东、欧洲一时恐脱不了身。乐玉成接着不点名敲打美国，个别大国。本性难改，唯恐天下不乱。他再怎么讲实情，他肯定在给中国讲话，是吧？他也是党国人，那肯定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另外，他这个讲话稿肯定事先经过国家情报部门上级都审查完了以后再讲，是吧？他怎么可能自己自作主张，这个都要退休了，祸从口出，找人整他，是吧？肯定上级授权哈，所以他这个行动值得研究啊。他说还谈到经济啊，他可能主要谈经济，世界经济。无数面临着重重困难挑战。说不过，乐玉成对国际上近年来议论纷纷的中国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闭口不谈的，他肯定是上级授权可以讲什么，可以不讲什么啊。他说了一番天下大乱、经济不好之后，乐玉成语调一转说：“与全球乱局变局相对照，中国始终保持政治稳定。”这都他就开始骗人了，就是习近平统治下都没换人，这个经济就稳定。所以他讲这种话救不了中共，只能加速这政权的崩盘，对不对？因为他也不能讲实质性问题啊。他这里讲到，他说乐玉成还提到拜习成果的事儿啊，这我也不去多讲了。提到了，中俄关系使这位屈指是中国外交官的俄罗斯专家侃侃而谈，因为他有个特长，他是俄语卡卡的，是吧？他是俄罗斯研究的一个专家。他可能特别重视，就是和俄罗斯这个无上限的交往，而现在眼下的行为，习近平已经看到了，搞不好你就是不想和普京碰到一起，也挣脱不出来了，只有一股道走到黑了。所以他就让这个前官员乐玉成来出来讲，这样还留一个回旋余地。一旦将来就是还有变化的话，就把这责任推乐玉成就完事儿，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退休的，
官员，对不对？而且还有一定的权威性啊，会俄文，又当过这个外交部长，而且又是一个战狼外交的典型。这正是习近平现在就内心的一个所思的问题啊，就非常的这个缠绵悱恻，是吧？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想打吧，就觉得这个底气不足，打输了怎么办？是不是啊？要打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是这样，是吧？要不打吧，心里还痒得慌，是吧？这个要当世界老大，凭什么咱们有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这个军舰呢？比美国还多，是吧？这么好的军事思想，我习近平的思想怎么能不战胜美国？他也是在闹心，所以他需要这个乐玉成这张牌哈，这是本人的这个观点。那最后乐玉成讲了句祝福的话，他说：“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24年飞行平稳，平稳全部软着陆啊，顺利抵达各自的目的地。”我认为这个目标达不到了啊，只要习近平把战争挑起来。灭亡还是很快，大概率的啊。好，谢谢，再见。